什么长相的女人有吸引好男人的命？他们凭什么？对啊，凭什么？人家讲凭什么？你凭什么跟他们一起出气啊？不，我是跟我们主持人一起出气。只有漂亮一点点而已，没有说漂亮到很多。我中国小姐第一名哎、欸。哦，是哦。嗯，对，不好意思，就多一点而已。哦，好，凭什么他们能够吸引好男人的命？好，那我这边用人相学的角度来讲，先讲一下基本条件。有了基本条件，其实下面就不必了啦。因为有基本条件，它就能够吸引好男人。我们说好男人就是正桃花、金桃花，那烂男人就是说他只是来玩一玩的，他只跟你这样一下子，没有什么意思，没有一个长久的意思，那就不是好男人了哈。我们说好男人表示要条件又好，他又是真心真意的。对，好，我这基本条件是这几项。第一个，我们讲。那个男人嘛，就是先生一定是看鼻子，看女人的鼻子呢，要鼻正准风，鼻正准风表示他有吸引力，会来电。是哦，不是看胸部哦。鼻正很肤浅呢。你觉得你们老公第一眼看你们都是看鼻子吗？不是看胸部哦。不是。你觉得我们的胸部可以吗？我们里面只有萱萱可以，好不好？难怪他对我说话看诊都是这样，不是啊。我在强调，我们这个讲的是吸引力，是完全是个性的吸引力。个性就是说，男人跟女人的鼻子，它是吸引力，两个频道相同。就你好的女人会吸引到好的男人，否则你就吸引到烂的男人嘛。哦，第一次见面是蓝牙在连呐。哦，对，可以这样讲，它的频道能够对上去，或者来电刚好能够吸引到。是因为看鼻子，其实天仓开阔，天仓就是指太阳穴的部分要开阔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刚讲的，他的懂事，很聪明，很智慧，知道要怎么做。再下去呢，每一场友情，我们讲，这个人有魅力，有魅力就是眉毛加女嘛，就是媚嘛。哦，就是说你每一场友情表示他有女人味，还有感情丰富，他能够吸引到好男人。对，基本上我们今天的。主持人跟三位贵两位贵宾总共是三位了哈，都是属于这个基本条件都到了。Hey. 那下面我再讲追加条件，就是加分了。嗯，哦，可能吸引的更好哈，越多越好哈。这四个不一定要全部到，有越多是越好的意思。Oh. 哦，就是说你已经有这三个的，我们再来加这一个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。第一个，其实我们节目进行到现在大概有20分钟左右了吧。嗯。观众朋友可以慢慢观察他们的讲话，他们的讲话是怎么样。出门是贵妇，要当贵妇，首先是从讲话开始看起，谚语生和，就是说他们讲话呢，不是那种很粗鲁的，好像要吵架的，哗啦哗啦哗啦的，哦、像那种。他们刚刚是很温柔虚假的浮夸，没有虚假、哦，很端庄，很端庄哦，没有虚假哦，温柔但浮夸。你最要看他们讲话非常清楚，他们讲话一件事情非常有条理，不是你讲，有些人讲话，你听他讲什么，等一下拉到哪边，他扯到，不知道他讲什么了。嘿嘿，你知道他们讲话非常清清楚楚，条条理理。非常的端正，那讲话代表他的就是他的态度嘛，他的为人就是非常的端庄有条理，哦，对，听起来哎，这个真的听起来很好听，不过有的听起来很刺耳，有的听起来很高，有的很粗，有的破掉，那种就是属于不行的。我们这种是好的声音，它是贵妇的，贵妇就是要这样的态度，讲出来声音听起来就是喜欢。好，这第一项，贵妇有悍妇，对不对？悍妇有贫妇，有什么？所以是今天讲的是贵妇嘛，是贵妇。第二个呢，这个很重要，要抓住男人，要抓住男人的胃口嘛，就是厨房是主妇，好，就是在厨房里面你可以煮好东西，他本身当然也是这方面很有这个才艺，很勤快。味觉很强，能够煮出好东西来让男人喜欢，所以这个要耳大珠圆，就是像我这样子，耳朵不能太小，不能太尖，耳大珠圆，就刚刚所讲的，他本身的手艺好，本身又勤快，乐于做这件事情，然后服侍男人，那个你像这个好男人当然喜欢啦、啊，好男人当然被他治得服服帖帖的啦。嗯，好，再下去还有个妇，什么妇呢？对外是真妇。就是说一个 好的女人吸引的好男人，你一定要是很爱情要专一。我这意思就是说爱情专一啊，目神澄清。目神澄清就是眼睛不要永远脏脏的红红的，但除非特别你那天晚上有之外，一般人来说眼睛是很干清澈的。就是她感情很对自己的老公非常的专一，不会给人家一引诱，或者人家用别的坏男人一引诱她又跑掉了，很不专心三心两意的。所以呢对外要征服，就是在老公的面前，对，看韩剧，看到花美男说
不好看，好逼人哦。这个到我街上看帅哥都说不好看。平常在家里真的看一些偶像剧、韩剧的时候，他都会问我说：“哎，这个男生长得挺帅的吧？”我就会说，嗯，是蛮帅的，但是好像你比他更帅。哇，哦，你看，好会讲，很假，对呀，他本来就很帅呀，温柔而浮夸。好，这我们还看一个，我们再列出来，他一个嘴巴没讲到，你看鼻子啦，这个眼睛啦，哈，这些什么都看都讲到，还有一个嘴巴没讲到。我们注意看，我们人的脸上有五官，对，哦，耳朵、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哪一个五官它的功能最多？一定是嘴巴，嘴巴，对，你看眼睛只是看嘛，嗯，鼻子只是呼吸，耳朵只是听，嘴巴呢？讲话，唱歌，吃东西，也可以代替呼吸。哎，也对哦，对，它好多功，还有那个当了武器，可以咬人，对，还可以吐口水，哦，都是攻击人家。嗯，最重要它还是性器官。什么？老师？对呀，嘴巴又是性器官，就是所有功能里面最多的，眼睛、耳朵、鼻子很难嘛。嘴巴可以做到这一方面，你看多少功能都在了。你看黄老师是不是叛逆期来的多晚？真的，都没在看啊。哎呦，这一项又是一个负，只是对先生而言，是对他的男人而言，床上是荡妇哦，对不对？所以是口角分明嘛。你看这个，你要男人喜欢不喜欢？只对他好，这个又是荡妇，所以这几个你都加上去，越多越好，好男人一定牢牢的吸引住，跑不掉。老师，你讲得非常好。刚才你一讲完之后，我就看到萱萱开始拿着镜子。我们贵宾都是符合条件的，都符合条件。我看看你的。